请翻到第九页。每一次我们到寺庙来，都会上供三宝，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下施众生，在家里也一样啊。家里办公室摆一张小小的佛像，一部经典，乃至观想，你就可以做供养。供养完以后，下施众生。因为佛跟我们讲，这是累积成佛的资粮最快的，消除业障最快的方法，更是长养慈悲、去除障碍、所求如愿最好的方法。每个人都希望儿子赶快好好读书，先生好好赚钱，自己身体也健康。那你要赶快能够成就这个福报，那上供三宝，下施众生，乃至十大愿王，刚刚才念的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刚刚广修供养，做的上供，现在圆满做个下施，这样最好。所以请翻到第九页，然后各位先把随礼再加持一次，怎么加持呢？就是念七佛如来。所以每次寺庙有一根柱子，上面印着七佛如来，那就是布施随礼在上面。然后七佛如来加持这个甘露，众生就可以脱离轨道。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然后这个随礼变成无量无边嗡。啊，哄，唤，摄，摄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啊，唤就是甘露，他们吃到甘露，个个往生净土，所以再请阿弥陀佛加持，来，嗡，阿弥利的，哄帕的，阿弥利的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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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的，阿弥利的哄帕的，好。先把随礼放旁边或地上，那我们现在要来念诵了。这个时候我在前面也点了一个药香啊，既然要布施甘露，也要布施药给他们，让他们身体无病无苦啊。我们先布施甘露，一起念第九页，来，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埃护助，我今召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我们要念破地狱，各位，以后你买一个土地要盖房子，你一定要先请法师或自己会修这个仪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土地下面，以前都有古人往生啊，甚至有魂墓在那边啊。然后你一定要先把它超度了，再把房子盖上去，住起来就吉祥平安。所以有很多众生啊，因为执着，所以被关在树里面，叫树精。各位，我们人可以走来走去啊。如果你的身体被钉在地上，然后放在前面，你吃不到，你也会饿死了。所以树精就是这样，每一棵树就是一个树精，这个树长多久它就活在里面多久，动也不能动，晒太阳就热，蟑螂咬那个蚂蚁咬它就痒下雨它就湿，很痛苦，然后呢不能吃东西，看到别人在吃自己吃不了。所以佛要我们有时候经过树下就给它撒几颗米，哎呀，那个树神叫树精感谢你。所以我们现在念破地狱咒，就把地狱打开，被关在土地里面、石头里面的、被卡在树里面的树精，让它自由。所以这个咒很重要。所以念一下：嗡，切拉底，沙婆诃。然后右手要弹一下，弹一下就打开啊。然后各位麻烦观想，你住家里，你现在人不是在闻风寺而已啊，你现在人就住在你家的楼上，打开了；住在公司的楼上，打开了。住在山上，把卡在里面的打开了，各位这样观想来，
唵切拉帝耶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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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婆诃。唵切拉帝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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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婆诃。第十页，自具如来心破地狱咒，所有的机禁控制都变成灰尘了，没有监狱了，没有地狱了，他们自由了，就这样观想啊。来，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智喃喃，我婆悉，嘀哩嘀哩吽。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智喃喃，我婆悉，嘀哩嘀哩吽。南无阿舍迦斯帝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智喃喃，我婆悉，嘀哩嘀哩吽。再来普招请。要各位大慈大悲的啊，任何地方受苦的众生，你去过香港，你去过深圳，你去过北京，各位肉体是不自由了，但是我们的心是自由自在的，所以你的心想到哪里，功德就到哪里，佛菩萨的力量就到哪里。你现在去欧洲，黑死病死亡了，把它招请过来，你到纽西兰澳洲，那些牛那些羊被杀死了，把它招请过来啊，你到日本去啊，那些罹难的众生，把他招请过来。日本的海难，大概跟杀海鲜呢、啊，过去发动战争一定有关系的。所以那些战争死亡的，啊，恨的众生，被杀死的海鲜，啊，罹难的这日本人，都给他招请过来。所以各位来，现在我们念普招请啊，右手要这样绕，绕，好，麻烦各位身体也绕一圈，好不好啊？四面八方来站起来。四面八方都给他请过来啊，大慈大悲哦，把他招请过来。来，南无波波地地揭地多地赞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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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波地地揭地地多利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当那耶多耶。请坐下，各位要招请到，感受到他们的苦跟来了，要这样啊。当然有些人有那种业报或愿力，就是阴阳眼看得见，哎呀那个感受更快啊啊，当然如果你看得见就偷偷跟我讲一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让大家知道他们的苦啊，我们就升起大悲心了、啊、所以他们来到现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互相吵架，不要找麻烦了、啊、特别被人类杀掉吃到了，看到人类就恨了啊，所以要超度他就很困难了，所以要念解冤咒啊。来，唵善多赖揭多娑婆诃，唵善多赖揭多娑婆诃，唵善多赖揭多娑婆诃。开咽喉，我们现在要点水或喷水都可以，每一个水滴就把他们身上的火，把他们的咽口的嘴巴，吐火的嘴巴，锁住的嘴巴通通打开，让他身体精凉。开咽喉咒，如果用手啊，就用右手这样点水，点水，乃至要哦，让变成他们得到清凉。来，
嗡波波提利杰多利达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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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波提利杰多利达那耶多耶。好，凉不凉快啊？对呀，你要感受到那种凉快，手指头碰到水的凉快，啊，身体滴到水的凉快，布施给他们，他们现在好凉快了。特别36种恶鬼道，里面有20几种，随时在被火在烧，非常痛苦啊。所以各位啊，麻烦走到哪里，像今天又准备一支给你。就要拜托你这一只永远不离开你的慈悲的手，好不好啊？啊，每天出门就给它灌满了水，加一个杨柳枝，你会念大悲咒、药师咒、往生咒都好。哎，我走到哪里都带这一只。上飞机场那安检一直问我这干嘛？这干嘛？我说这甘露水啊。有些还给我拖到旁边，那师傅帮我洒两下。啊，还有信心呢。所以各位啊，你要是有了上面给他贴一些咒轮，他讲这个甘露水啊，有很大的加持力，那些咒你不会念，把它贴在上面都得到加持啊。放个杨柳枝，如果你还有甘露丸最好啊，一颗甘露丸泡一些水，每天给它加在里面，走到哪里撒到哪里，功德大不大？你等于走到哪里就撒1万人民币，1万人民币谁都跟着你跑啊。那你就广结孤魂缘，然后呢，得到甘露水了，个个又解脱，你生生世世人缘具足，法缘具足，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不然将来你要渡谁啊？啊，要成佛的人要先结缘啊。所以各位走到哪里，特别在河边，我们扬州河很多，河边最多咽口鬼，他们就是很需要水，但是没有水喝，但是又怕喝水。喝了又变硫酸变火，就是一直在那徘徊，好痛苦。你帮他念开咽喉咒，他马上喉咙打开可以喝。还有一种鬼不是咽口鬼，他们好可怜，只要在河旁边，佛经说都有大力鬼众守在那边。然后呢，任何想要喝水的鬼都进不去，过去他就打死他。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躲在附近的树下。如果有人刚上岸，脚底沾满了水，他就冲过去喝，这样就喝他脚底里面水。还有一种水，他可以喝。如果有人拿这个水是要供养祖先的，他就可以喝，因为孝顺加持的水，他可以喝。所以你家里供佛的水、供祖先的水，供完以后最好把它洒出去，好不好啊？啊，还是说每天早上你就倒满满的先供佛，供完佛要去上班了就带出去，对不对？啊，佛菩萨加持，下施众生，那你会发觉，哎呀，最近怎么开始好运起来了？发财了，健康了，因为你修了很大的功德嘛。开咽喉咒，开咽喉咒的不可思议。来，把水放在旁边。现在他们暂时得到清凉，我们要请地藏王菩萨加持。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观想所有的阳光变成蓝色的光。这个蓝色的哈粒子细致的光照下去，所有众生的定业消除。我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各位这个咒跟观音菩萨念业障咒一定要会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得癌症，莫名其妙的病，那就是一种业，啊，已经发生的。然后你就要念灭定业跟灭业障咒，观想蓝色的光，再来白色的光，把他身上的病癌细胞消除掉，一定要。比化疗更有用啊！对三宝有信心的人，就可以减除这些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念这个灭定业，所有众生，包括人身上的这些痛苦啊，已经发生的恶业消除掉。来，嗡，波罗摩尼，托林，娑婆诃。然后念咒的时候，法师有时候会摇铃做声音，就希望这个咒的声音传到更远、更地狱的地方啊。这种灵的声音、钟的声音可以传到地狱里面去，让他们灭定业。来，
嗡婆那摩尼陀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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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婆那摩尼陀林。萨婆诃，各位在念咒语利益众生的时候，最好把自己观想像这个文峰塔，你的身体变这么大，然后你的每一个毛细孔变成一个窗户，然后你在念咒的时候或佛号的时候，你的每一个毛细孔产生的光，这个咒语的光就消除了众生的恶业，要这样观想啊，所以。人的心是遍法界遍虚空一样大的，所以你要这样观想，然后呢众生就得到利益。再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观音菩萨用白色的甘露，白色的光，消除我们跟众生身上的黑业，那些肮脏的就把它洗掉，白净黑出，然后这个黑色的水就进到地底下，叫金刚净，然后我们就消除业障了。所以念一下嗡阿罗罗吉萨婆诃，好，观想白甘露消除众生恶业。来，嗡阿罗罗吉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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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念七遍，麻烦各位观想这个白甘露进到我们爸爸的身体，我们儿子的身体，我们现在正在得病的，各位认识扬州有很多医院呢、啊，这个白甘露进到医院里面，那些躺在床上的老人小孩都消业障啊，特别你心脏不好，你胃不好，你观想它是黑色的，那观音菩萨的白甘露把我们的黑色的把它净除掉，一直让它恢复，这个咒很重要啊，所以来为这些病人乃至自己做这样观想。来，嗡阿罗罗吉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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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业障消除，痛苦没有了，不用回地狱监狱了。这个时候他们个个发菩提心，所以三昧业界就是说他们包括动物都恢复了人类的身口意，不但恢复了身口意，诸佛菩萨加持，他们所有的恶业破戒都净除掉，身体变成透明的。第一个观想他们恢复身口意，第二个他们身体的业障消除，恢复透明的。第三遍的时候，诸佛菩萨加持他们，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整个身体变成发光。然后佛经说，这个时候最好观想所有的众生变成坐在莲花上面的普贤菩萨，他们不再做鬼做畜生了，个个都是坐在莲花上面的普贤菩萨啊！要实践普贤行，要念嗡三昧耶萨埵诃，自己也变成这样，要这样观想。来，嗡三昧耶萨埵诃，念七遍哦，观想。嗡三昧耶萨埵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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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三昧耶萨埵诃。哦，他们现在个个恢复清净了。然后再来，我们要布施甘露给他们。什么叫甘露？吃下去以后，身体变天上的神，啊，任何人生病，像天上的神什么出生的，你知道吗？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天上的小孩子生下来不是从妈妈肚子，是从妈妈的膝盖生下来。一生下来以后，
只有膝盖，妈妈膝盖这么高。然后妈妈呢，不是喂他母奶，妈妈就马上拿天甘露让他喝，一喝下去，这个小孩子当下就变成大天人，一秒钟就变大人，啊，然后喝了甘露以后，永远不会生病，身体发光，这个叫甘露，啊，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念甘露真言辨食咒的时候，所有的食物啊，就变成甘露，他们吃下去以后，恶鬼升天，就这个意思了，变成天人相。所以来，把甘露拿出来，放在左手，要打一个莲花手印，这个像莲花，莲花代表清净，然后把这个甘露放在上面。各位如果像我一样去买一个像莲花一样的那些水，那更好了，里面放米，然后旁边给他写七佛如来，或写欧玛尼贝咪哄，写大悲咒。现在那个佛教屋店都有在卖，对不对？那个杯子上面刻个心经啊、大悲咒啊，那功德很大了。除了供佛，也可以拿来下施。然后现在要念辨识咒，念辨识咒，各位最好学会打手印。那个手印就是说打一个莲花手印啊，一朵莲花，然后变成无量威德光明自在如来的手印，就是这样。然后念三不奈三不奈的时候，手要动一下，代表很多很多。哦，三不奈三不奈，轰就弹出去了。那么说话的那一朵花落之地，哦，三不奈三不奈，轰。那么萨瓦达奈多瓦罗之地，嗡萨本来萨本来，轰！好，那各位，今天你不会打，反正你就记得这样啊。但是最主要你要观想啊，这个食物变成好多，面包啊、牛奶啊、饼干啊、最好的炒面啊、炒饭，就布施出去，一直布出去，整从扬州对整个中国，对整个地球世界。从这边把这个甘露布施出去，来。那摩萨瓦达那耶多瓦罗之地，唵萨婆那萨婆那哦，那摩萨瓦达那耶多瓦罗之地，唵萨婆那萨婆那哦，那摩萨瓦达那耶多瓦罗之地，唵萨婆那萨婆那。在十三页上面有一个月亮，黄色的代表我们圆满的菩提心。那从菩提心里面出现了一个幻字，这个幻就是甘露啊。从这个幻字里面出现了甘露，布施给众生。所以我们在放焰口啊，那食物那边都会写一个这个幻字，用米去做，然后这些字放在那边，或是你做烟供都会写一个幻字。然后所有的食物烟供都变成甘露，所以这个种子字很重要，各位最好将来把它学下来啊。然后现在要念甘露水真言，手印是这样，然后呢从你的手指头出现了各种好喝的甘露哦，他们要喝乌龙茶汽水都可以啊。然后念到嗡梭罗梭罗的时候，就要点水，左边右边前面下面上面后面啊，都充满了甘露，十方法界六道众生，你都不施甘露来。南无娑罗婆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哦娑罗娑罗本那娑罗本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哦娑罗娑罗本那娑罗本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来，普供养的时候，我们就绕一圈啊，食物绕一绕啊，观赏他们又吃又喝啦。来，唵耶耶那娑婆诃，观自在吽。唵耶耶那娑婆诃，观自在吽。唵耶耶那娑婆诃。瓦之来哦，好，各位先放地上，哦，让你周围的众生先吃啊。等一下我们法会圆满了以后，要麻烦各位把这一杯水拿出去，越远越好。你要走到街上市场，功德更大啊。但是不要两杯水放在一起，不要两杯倒一杯，一杯水就是一个恶鬼到世界可以吃了。
啊，所以那这样就无量无边的恶鬼道世界，都让他们吃到甘露。所以我在前面永远都准备好几杯奶瓶，这给谁喝的？婴儿啊，这叫我们不叫婴灵，叫什么？念一下水子。为什么叫水子？那些还没有生下来的小孩在妈妈的羊水里面，所以它叫水子啊。所以这些水子随时要布施给他吃，然后呢，他们很容易超度。所以我听我们能度法师说，我们这几天讲楞严经啊，还有写了很多超度牌位。各位，如果你有过去有流产小孩子的，你最好把它写牌位，一个写一只牌位，让他进来，让他得到功德，然后最好帮他取个名字。啊，取个名字，如果你不会取名字，就请法师取啊，他们就学法号。那你以后每次超度法会就帮他做几次，小孩子很容易超度了，啊，但是就怕你不理他，对吧？啊，不理他就不行了，所以也要用牛奶观想。来，各位，我们念嗡阿吽，各位观想啊，很好的牛奶啊，母奶啊，玩具啊，布施给小孩子。来，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嗡。15页，15则就是让他们没有障碍。什么叫15则啊？这个扬州的鬼道绝对不让福建的过来啊！这个鬼有范围的，河边的鬼不让陆地的鬼，山上的不让山下的鬼，他们有障碍；城内的鬼不让城外的鬼靠近，所以他们没有福报。所以佛教我们念15则，让他们没有障碍，想吃想喝都可以得到。所以早中晚念的不一样了，下午以后就念晚上，所以大家一起念来。汝等鬼神众，我今世如共，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共，唵嘛呢呢梭哈。来，麻烦各位右手要朝下，唵嘛呢呢梭哈，然后观想牛奶甘露最好的从你手流出去啊，流到五趣轮回众生，地球五大洲，你要这样观想。唵嘛呢呢梭哈，要念7遍啊！来，唵嘛呢呢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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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坛子，好，请看到16页。每一种众生有不一样的信仰，难道佛教只可以度佛教徒吗？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以后各位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要加念这一尊菩萨的名号：南无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发愿，这个人是礼拜上帝的，上帝就会现前；这个人是礼拜天上圣母妈祖的，然后呢，妈祖的形象就会现前。那每一个往生的人，乃至中阴身，看到他所信仰的、信赖的形象，他心就平安了，啊！所以虚空藏菩萨就满众生愿。不但如此，这个孤魂野鬼是被杀死的，所以呢，他就很恨，他想要去杀死报仇那个啊，当初杀死他撞死的人。那怎么办？那你念虚空藏菩萨的时候，虚空藏菩萨就会满他的愿，假的让他满愿。他不但不会报仇，他就满愿了，满愿以后就放下，就容易超度了。这个很重要啊！啊，不然被车撞死的人，下回投胎他就会去撞死对方，就互相一直报仇，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念虚空藏菩萨，那各位就观想，他们都看到他们的佛菩萨、神，乃至他们心中的愿都满足了。来，南无虚空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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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照到我了，我的眼睛不好，照到阳光就一直流眼泪，我最好戴墨镜，又不庄严，啊，所以我也没办法，
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在车上都戴墨镜的，下车就换这个眼镜。好，现在念虚空藏咒，就是毗卢遮那佛加持，然后呢，整个虚空充满了各种的宝藏，然后这个手印也很庄严，各位能够学最好了。虚空藏咒的时候就这样绕一圈，好像在虚空再打一个莲花手印，充满了宝藏，然后两只手这样交叉，然后这样绕好几圈，无量无边的宝藏弹出去啊。那么萨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贝萨瓦达康乌格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拉康梭哈，所以打手印更利于观想，很认真呐、但是你要练习熟，所以来各位，你先不用念咒没关系，你现在就负责观想，在还不会背之前先观想，观想以后第二步就要背，那第三步再加上手印，那合起来以后就身口意都圆满了。但是首先要观想，所以你这样观想，所有的黄金珠宝、甘露、房子，他们都得到了，然后满满的像山一样，然后呢，无量无边像旋风一样绕出去给他们来。那么萨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贝萨瓦达康乌格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康梭海。那么萨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贝萨瓦达康乌格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康梭海。那么萨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贝萨瓦达康乌格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康梭海。所以为了要修行成佛，各位这个手不要再去做坏事了，不然以后你打手印不庄严，手相不庄严，不好看特别你要修行外相、声音、心这些手相、脸相都要庄严因为特别行菩萨道那你要利用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变成一个清净庄严相来供养众生这个很重要再来不动佛心咒，念这个不动佛心咒的时候，众生业障统统消除然后呢各个往生妙喜净土。什么叫妙喜净土？那边可以结婚的用金色莲花载着他们往生妙喜净土，或是用金色的梯子。但是念这个不动佛心咒，最主要是众生业障马上消除。乃至各位在路边看到有动物要被杀，你帮他念不动佛心咒，他被杀的痛苦当下没有，太慈悲了，太慈悲了。乃至看到人家厨房在煮肉，煮肉那个肉还在痛而且煮在烤赶快帮他念不动佛心咒，然后呢，他那个痛苦就消除。更重要的，一个人呼吸器官不好，经常咳嗽痰肺癌，那不动佛说念我的名号跟咒语，然后他的这个风痰可以消除掉。所以我们现在念不动佛心咒，然后各位，你有没有一只蓝色的旗子请你拿出来。如果不会念咒，那最好把咒经刻在旗子上面，然后呢随风飘。所以我们大雄宝殿都有楞严咒、大悲咒然后风就把这个佛法身佛像经典咒语的功德布施出去，在风下面的众生通通脱离三恶道功德很大的所以我们来念不动佛心咒，那各位做观想，然后托回旗子来。那么扎那扎呀呀，哦，刚刚那，刚刚那，罗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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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扎扎那，扎扎那，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嘎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南多梭哈。麻烦各位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希望你开车来的人就把它夹在玻璃上面，门关起来。这个旗子就随着你车跑了，你车子开到哪里，功德做到哪里车子上不会车祸车子上死亡的众生得到超度然后药师经说，如果家里有人生病，那你要做49折手，就是49面如果家里有人往生，你做108面挂起来随风飘，他马上超度所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楞严咒、大悲咒、药师咒然后呢诸佛菩萨说，这个咒
然后中国人更聪明，刻在石头上永远不会坏，啊，刻在石头上又给它做成塔，哦，尊胜佛母塔、楞严塔、华严经塔、法华经塔，功德大不大？啊，所以各位，但是我们现在最便宜的就做这个了，那希望各位先做这个，以后您就可以做大塔，就把这个佛菩萨的经文的刻在上面，啊，那这走到哪里都会啊，啊，利益众生无量无边。好，现在十七页为他们念七佛如来，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庄严，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现前，九品莲花百千万朵。然后各位观想那些众生，人也好，牛也好，小孩子也好，都变成人的光明像啊，通通坐在莲花跟各位感恩啊，他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特别各位要观想我们的祖先，你所认识的往生的人都坐在莲花上，往生净土回向记，来，愿生西方极南无阿弥陀佛。那各位要特别观想哦，日本罹难的众生哦，那些胎儿，特别你认识的人啊，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往生的长辈都坐在莲花上很快乐啊，身体发光，送他们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只要有信心发愿，一念乃至十念必得往生啊，大家来观想他们往生了啊，来，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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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途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得证无生法忍，不退菩提，回向娑婆，广度众生。好，再来，我们还要做一个功德，麻烦各位拿出一包药来啊，也让那些病苦舍报的众生，身体还在痛苦的众生放下执着，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的，但是有些众生就是放不下啊，执着我还在生病啊，我怎么去啊，啊，我还在流血啊，我怎么解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他们求药师佛加持，来，各位拿出一包药包来啊，请翻到52页，有没有看到药师佛啊？我们看到了药师七佛，佛力加持。那各位有信心，有悲心，叫自力圆满。然后我们真实还有药来表法，叫法力圆满。
自利他利法利皆圆满，希望病苦舍报的众生，特别是动物道被砍被杀被煮啊被吃，他们执着肉体啊，愿他们都得到佛力的加持。好，来54页，大家一起念。等一下要烧药的那个火啊，就给它点起来了，等一下我们做完以后大家就要去布施了。来53页，药师七佛，来，南无善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平常你可以念3遍，再来求药师佛加持。来，药师如来琉璃光，愿往庄严无等伦，无边行愿力有情，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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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奉请12药叉大将。那各位，12生肖你是属什么的？如果你是属老鼠的，那第一个公比罗大将就是你的守护神了。平常多念礼拜那你就可以得到身心的自在世间的福报。你属牛的法遮罗大将，所以我们礼请来。奉请公毗罗大将，奉请法遮罗大将，奉请弥契罗大将，奉请安底罗大将，奉请额尼罗大将，奉请三底罗大将，奉请英达罗大将，奉请婆夷罗大将，奉请摩诃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周度罗大将，奉请毗揭罗大将。南无药师会上红菩萨，南无药师会上红菩萨，南无药师会上红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各位把药拿在左手，现在观想这一包药变成各种众生需要的中药、西药、头痛药、癌症药、止痛药，要这样观想啊，婴儿药啊，拉肚子药、皮肤药，你念嗡阿吽，加上你的观想，它就变出来啊。来，开始，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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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医药、医学配备啊，都现出来，中药、西药、止痛药，嗡阿吽，嗡阿吽。一心齐请，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虚空藏菩萨、准提菩萨、绿度母菩萨、诸佛菩萨加持法药。一心齐请神农大帝、保生大帝、天上圣母、诸大护法三神、土地龙王加持法会，同德功德。一心齐请佛陀的医生、奇婆神医、中国人的医生、华陀仙翁、孙思邈神医、葛洪子神医、史怀哲医生、所有慈悲医生加持众生啊。很多老和尚都有医药的这种能力，对吧？祈请他们加持啊。好，然后现在我们要念药师咒了啊，各位啊，药师咒就发出琉璃光，蓝色的光，所照到的众生身体的病苦通通没有了，健康了，恢复三恶道了，正知正见了，对念阿弥陀佛有信心了，药师经里面的。所以我们念药师咒，然后药也绕一下啊，
然后各位要看到爸爸妈妈也好，家里的人身体都好起来，来。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那波恩那世耶喃那俱卢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那波恩那世耶喃那俱卢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那波恨那世耶喃那俱卢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哈。各位，如果你慈悲，就像学我这样，比这个更小都没关系，然后加一点药粉啊、胃肠粉啊、檀香粉，然后点好以后，就给它放到楼下，放在你家的窗户外面，不管你住几楼，随风飘啊，布施给众生，那这样最好。乃至现在有人把香加药做成药香，那更慈悲啦，大家点香就很方便。来，给它拿到外面。再来，我们要念药师佛心咒。那这个时候，麻烦各位要观想啊，所有生病的人在你面前，他们统统好起来。我们是求药师佛加持他们了。来，带着他。嗯。别看见，别看见，马哈别看见，让着，什么搞的？说好，来绕一下药啊，然后也可以点两滴水，变成药师咒水。来，别呀他，嗡别。收药，自己拿自己的药，等一下自己要去布施。来，各位把药拿起来，要在上面写名字了。你这个药要布施给谁呢？啊，你上面写你爸爸的名字、生病人的名字，然后呢，以他的功德布施给更多的众生，他病容易好起来。写祖先的名字都可以，陈氏历代祖先、林氏历代祖先这样写。所以我们现在你们不用念，我们念，然后各位把生病的人、有业障的人啊，往生的人啊，我的两个胎儿要这样写，愿他们都得到这个功德。用你的手写就好了，用你的手写在上面。来，对啊，他我别看这，别看这，马上别看这，让他他莫看这说哈，别啊他我别看这，别看这，马上别看这，让他他莫看这说哈，别啊他我。别干这，别干这，马上别干这，让他什么干的，说啊！除了利益他们，各位你要利益你自己，你内在的众生、外在的众生布施啦，你内在的众生要布施给他。冤亲债主在你的心脏里面制造痛苦，在你的胃里面制造痛苦，所以现在我们念消病咒的时候，各位就要把这个药放在你自己生病的地方，好不好啊？啊，希望内在的众生也离苦呢，这用观想的都可以啊。来，嗡，斯利多，斯利多，静坐里，娑婆诃。好，把药放在你生病的地方，甚至你的爸爸是因为心脏病死掉了，那你更要放在你的心脏啊，愿他离开心脏的痛苦。来。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萨婆诃。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萨婆诃。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萨婆诃。好，再来解冤记。除了布施药，我们要请药师佛加持，我们要忏悔，解除冤业啊，过去的冤亲债主所造的恶业，要把它消除掉，也替众生忏悔解冤记。来，各位站起来念更虔诚哦。56页，我们要念三遍解冤记哦，替父母、替众生忏悔，也向我们过去所杀所吃造恶业的众生忏悔，求药师佛加持。来，解解解解解冤解。心地律法虔诚，尽对
问讯，请坐。各位如果经常忏悔，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啊，特别跪下来忏悔，拜八十八佛啊，跪下来拜地藏经，家里有人生病跪下来为他们念药师经，还是念这个解冤偈，不可思议，业消除了啊，就少病苦了，再替他放生做功德，他很快就恢复了，对自己对众生都是如此。再来，我们也希望所有众生都得到今天的利益，不要制造车祸，不要制造水灾溺死，有这些替死鬼，一个地方会发生车祸，往往那个地方都死过人啊。然后呢，因缘到了啊，就好像抓替身一样，一下他又发生车祸，就不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都得到今天的利益，不要再制造灾难。来，一起念来。佛说八句平安偈，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也希望各位把这八句话贴在有灾难的地方，有死亡的地方，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啊，那个地方有灾难，鬼神在作怪，那个房子怪怪的，你就把这八句话贴在那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些众生也得到了超度，就不会再制造痛苦了。再来，我们要念回向偈，大家一起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上供持供养功德，慈悲招请功德，甘露施食功德，药师烟供功德，念佛持咒功德，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受苦诸众生永离三途生净土，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以此功德回向所有长老法师，身心自在，弘法利身，世事无碍。回向国家领导、文武百官、校长老师、医生护士，所有关怀社会工作者。回向所有护持三宝者，所有义工菩萨、现世父母、六亲眷属，所有病苦者皆得法会功德，业障消除，身心自在。愿以此功德回向个人历代祖先、七世父母、累劫冤亲债主、过去所杀所吃、一切众生、堕胎胎儿、所有灾难苦难、死亡众生、本世内所立往生所有牌位，皆同享功德，永离三途，得生净土，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那等一下各位就要开始去布施了。